河滨航道会欢喜闹元宵的庆祝彩街活动，十一号下晡四点开始，分作三条路线来闯关及戳章。暗时六点，伫咧河东国小阁会举办联欢晚会。新北岛有线电视已经第二年来赞助这某某家族的表演，也阁有精彩节目甲大众摸彩，邀请民众做伙来河滨闹元宵。河滨过元宵节重头戏，河滨航路客欢喜闹元宵。十一号暗时六点，伫河东国小有某某家族顶精彩节目晚会。对下晡四点开始的亲子彩街有三条路线，而且有店家伫定点发送小礼物。阮镇长嘛提前拜访店家，感谢大家热情响应这项活动。感谢各位店家的对我们元公所元宵节活动的一个支持。然后我们公所活动在我们星期六2月11号的下午4点，在不同的路线有我们所有的集合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做一个 DIY 的一个灯笼的一个亲子活动，然后他们要去闯关，每个店家都要盖戳章，发我们的小礼品，我们现场要投摸彩券，然后再能参加这个摸彩的一个活动。在6点30分，在我们河东国小，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，欢迎各位乡亲能够踊跃的参加。参与店家表示，感受到河滨重新闹热起来，去年活动真成功，今年当然继续支持，做回闹元宵。阮镇长真的在这2年当中，他的用心是大家看得见的。一进电视50寸的，也希望大家闯关之后呢，能够到那个河东国小，支持我们的镇长，大家能够抽大奖，把大奖带回家。现在已经很活跃了啊，那个和美真的像这几年真的，走出来真的声音很有那气息。店街大家都欢呼得不错。新民的所谓有线电视公司响应活动，服务回馈乡亲，特别赞助某某家族热情表演。电工所嘛结合各社区、社团、家里办公处各单位安排精彩节目，也阁有大众摸彩，欢度美好的元宵暗暝。新纪念，新大运，身体健康，赚大钱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